渔网缠住是缠紧的状态哈，因为甚至很多的渔网已经切到它的脚蹼的肉身体里面，它是完全是耗尽体力的。因为海龟跟鲸豚一样都是靠肺呼吸的哈，所以鲸豚类的救护都是给它是非常浅的水，让它不必耗尽体力不断的想要需要换气游泳。那我们就是很简单的认为昨天这一只海龟在耗尽体力的情况下，而且它身体非常的庞大，却让它在满水池的状态下让它不断的需要一直游泳然后换气。我等一下会去参与，会前往海洋大学去参与解剖的过程，我希望能够了解海龟的适应。